1998年，佛教传入中国整整2000年。今年年初，赵朴初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香港佛教界一行。在得知香港即将把佛诞日作为公共假期，并打算请佛牙舍利前去瞻仰的时候，赵朴初当即答应，愿意促成此事，亲自护送佛牙舍利巡礼香港。是耄耋之年的赵朴初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不顾医生的反对，他一再坚持要看一看回归之后的香港。1999年5月20日，已经92岁的赵朴初亲自护送佛牙舍利前往香港。当飞机抵达机场的时候，见到了以觉光和施永新为代表的香港佛教界的迎接队伍，队伍中还云集众多商贾名流，使得赵朴初感受到了香港佛教信徒的虔诚。佛牙在人间呢，通过圣人是受到另外人的崇拜，在我们这个人间之后啊。我叫我不像有那个道来去啊，但是我佛教发现这灾大三级这有四个字嘛，他讲那香港的广大的佛教群众那灾大三级那是更加非常有意义。也许赵朴初已经感觉到这次护送佛宝的旅行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性，在这次佛教盛会上，他的演讲吸引了全场来宾的目光。佛教文化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组成部分，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文化财富，在世界世纪千年传教之际，他将在世界多元文化中，在改变人类自身建设问题上，一定会做出东方文明再度辉煌的不可重点。就在香港之行的整整一年后，2005年5月21日，赵朴初平静的离开了人世。1996年10月，赵朴初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用五金写下了遗嘱。短短32个字，写得一丝不苟，样子直。对于人生，他早已开悟了然。笔墨间善溢出的是悟得禅机后，随缘任运的。佛陀说，以此大悲心即诸法空，二因缘故，能不惜内外所有，利益众生，不起难行想，苦行想，一心精进欢喜。在近70年漫长岁月中，赵朴初秉承佛陀教诲，悉心呵护着中土佛教的参天大树，使之根深蒂固，花繁叶茂。